兄姐妹平安。最近哦，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有许多的人在身体上面有病痛哦，不论是感冒啦、肠胃不舒服啦，或者是这个登革热。这个礼拜秋松姐她登革热了，很不舒服。就看到真的会有不同的这个生活上的不容易领到我们。我们除了可以在主里面为着彼此来祷告、来守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越来越不平安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劝勉。劝勉什么呢？劝勉我们要更多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多的紧紧来抓住神，因为这世界上真的不能给我们任何的保证，但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他应许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上面不能夺去的。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聚会，也用祷告先将我们当中有软弱的肢体交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时间来到神你的面前，这样子的敬拜你，这样子的安息在你的面前，我们心里真的是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特别与我们肢体当中有一些软弱的，主啊，不论是什么样的疾病的，主啊，这时候你特别与他们同在，你的大能医治临到他们，你那个真实的平安也充满在他们的心中，不论他们现在是躺卧在床上，或者是在家中的任何角落，让他们都可以在那边与你团契，在那边也同心的敬拜你。更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让我们每一个已经来到会堂当中的，我们不止身体来了，我们的心灵也来了，要在这边预备着敬拜你，要在这边预备着与你相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有平安在我的心。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无人随时念与艰难，犹如秋雨环绕，这平安却永在我心间，永远在我心间。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间，无上赐我这珍宝。
这首诗歌是由一位姐妹写的，她是一位很喜欢音乐、歌声又很优美的姐妹，而且她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她的名字叫做安莫菲 （Ann Murphy）。她生在美国，她和她的丈夫都是一对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她的丈夫经营着陶瓷的生意，那生意也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算是家境蛮宽裕的一个家庭。他们用着他们的才干，他们用着他们的钱财在那边服侍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1928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就发生了战争。在这个经济大萧条里面，许多的企业受到影响，纷纷倒闭，包括他们所经营的这个陶瓷生意也因为这个经济大萧条而面临了倒闭。而且再过不久，这位安莫菲女士她的先生就过世了。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她非常的痛苦，因为经济遇到了困难，她的丈夫也过世，她非常的想念他，心中非常的痛苦，那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明白理解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常常的流泪到神的面前祷告。有一天，当他也是同样在这样子的痛苦中祷告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读到一段经文，其中有一节耶稣特别向他说话，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那边提到，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的应许安慰了这位安莫菲女士，她记得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起笔，将这首诗歌写下来，提到真正的平安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这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盼望安莫菲女士经历到的平安稳妥，也真实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世寄居的日子所可以经历的，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将这首诗歌唱一次，将这首诗歌真实的唱成我们的得胜。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无人能够夺这平安。虽是连在我心间，永远在我心间，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间，无上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只剩对我说，珍宝，当这甜美平安充满在我心中，万事不是向主欢送，黑暗顿成光明，愁苦顿时严重，万福主耶稣何能光荣，主总不把我撇弃。
受这珍宝，主赐我这珍宝，藏在我心殿中，在世寄居平安荣荣，将来荣耀大日，主必再来接我，回到天上。手来领受，永远在我心间，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间，无上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只剩神献上感恩赞美，主耶稣还是来到你的恩典，我是属你的恩典，我是你所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啊，还是是属你百姓，还是是你所率领的精兵，主啊，还是是你所帮助可以成为得胜者的，主啊，还只是你在这个世上当中，主啊，你可以成为那在人和神之间的。祭司可以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总保，主啊，能够真的在带领许多的人进到你的家里面，带领你许多的人一样再次来到父的面前，主啊，愿你今天真的圣灵再次的提醒，再次的帮助孩子想起你的话，主啊，叫我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主啊，叫我能够意识到你自己的同在。是的，这世界是会有苦难的，但我们的主耶稣是避风港，他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这样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源源永流不断，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这世界。
稣应许，当我们将这个平安祝福给人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平安也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那个配得的人。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将所有你的地方改成我，因为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信心的宣告，这样的平安也要临到我及属我的一切身上。再次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给我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夺走的，谢谢主，让我在基督里已经找着了这个平安。主啊，我要继续在你自己的平安里面行走余下的日子，叫你自己的荣耀更多的加添在我的身上，让你的力量更多的彰显在我的里面。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接受领袖今天的信息。但愿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平安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今天会讲完耶稣他的最后的谈话，十六章。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也同时再回顾一下我们刚讲完的上次的主题，叫从忧愁变为喜乐之道。我们上次提到的是十六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那里有提到耶稣预先告诉他们，因为耶稣接下来要受难，被抓钉在十架上，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先告诉他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待会过不久你们会忧愁，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忧愁要会变成喜乐。我们后来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喜乐，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死了又能够复活站在他们面前，所以当他们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对吗？所以当你在忧愁的时候，记得你再见到耶稣就可以喜乐。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见到耶稣，我们还在忧愁当中，有可能。我们上次提到我们会喜乐，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有权可以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也就是我们有任何的困难，还有你有任何忧愁，你可以直接到父神的面前来，他会帮助我们的，那是叫我们喜乐的。上次我们提到我们之所以忧愁可以变成喜乐，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甘心与主一同受苦。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就像妇女生孩子苦了之后会生出一个孩子出来，当你受苦的时候，往往神也要我们经历到那个荣耀，受苦带来的荣，进入荣耀，受苦所带来的那一种喜乐。耶稣提到你们要忧愁，然而后面那句话，
哦，不要只看到前面的，哦，糟了，耶稣说我们会忧愁，后面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的。你应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可以让忧愁可以化成喜乐。今天耶稣也会提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要只注意前面耶稣讲的，糟了，信耶稣的人在世上 会受到一些苦难哦。而你要注意耶稣所讲的，今天要提到你们可以放心，而且你们可以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读25节之后到33节。好，不论是圣经或者你在看荧幕，我们都可以一起读，请。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你晓得，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这些最后的谈话带给门徒帮助，今天早上也带给我们新桥弟兄姐妹，我们的华侨弟兄姐妹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些事，哦，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当中有新朋友，哦，耶稣前面到底讲了哪些事，是从差不多从13章之后，他们最后的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开始所讲的一连串的话，哦，还记得吗？耶稣跟他们讲，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是不是一个比喻，哦，指耶稣当中有人要卖他了，但耶稣跟他们讲，但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也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要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扶持，不要在那边争大小，不要在那边怪说谁卖耶稣。耶稣在14章有继续提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是也是个比喻，对不对？耶稣说他是道路，哦，你到底是马路还是铁路还是什么路，就是耶稣是说我可以透过我可以到父那里去的。当时他们不太能够明白，哦，包括14章我们熟悉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到葡萄树上，这不是在讲农业，哦，这是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这样的连结。一到第15章、16章，耶稣不是以妇人生产来做比喻吗？哦，因为当耶稣受苦，在十字架上受苦难的时候，大家都苦，他的门徒也苦，哦，可是接下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就是救恩要完成，哦，就像生出一个孩子出来。这些比喻都是耶稣在最后晚餐所教导，有人叫做把它叫做离别的宝训，从13章到16章。今天会结束，今天会讲完，最后也是今天耶稣会讲的这几节就是结论了，重复，啊，大概总结他那天晚上所讲的这些话，很重要的几句话。而到那日，我们晓得到底是哪一天，啊，那天对那时候的门徒来讲还没有到，对不对，啊，还正准备受苦呢。但是那一天就是当时耶稣他复活，他升天，而且耶稣让圣灵降临
在门徒身上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到了之后，就是2000年前耶稣升天把圣灵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从此从那一天之后，人类的命运就改观了。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神是神，人是人，耶稣是耶稣，门徒是门徒，没有办法说耶稣在我里面，我在耶稣里面，什么我在父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从圣灵降临在信耶稣的人身上，这世上有一些人的生命就开始有了改变。第一个，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对吗？不再是远远的，而是合一的，而是那么靠近，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再那么遥远模糊。因为如果神已经变成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是神的灵嘛，就是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到的那一天，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会从此的改变。包括啊，他们一样在世上跟其他人一样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基督徒的看法会不一样了。基督徒面临这世界上人也会面临的事情，包括苦难的时候，基督徒面对苦难的回应方式会不一样。今天耶稣讲了完的时候，门徒对耶稣说：老师啊，你讲了那么多，我们终于慢慢能够明白了，慢慢好像他们可以开窍了，大概知道耶稣要讲什么了。包括我们刚刚耶稣，我们刚刚心里想问的，我们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上礼拜我们提到耶稣看出他们心里哪些地方不懂的，耶稣就主动跟他们解释。所以这些门徒就说：我们现在23节那边，我们现在知道你凡事都知道，我们现在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啦，不相信他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啦。但这些门徒很宝贵，他说：我们现在相信的，哎呀，我们现在真的相信你的耶稣。耶稣听了有没有很高兴？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吗？我们这样翻译是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嘴巴说信，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要再说吧。因为接下来耶稣说：时候要到了，你们要分散。虽然你们很信我，相信我，虽然你们知道苦难会来临，对我们是好的，但是当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告诉你，你们都要分散掉了，剩下我一个人。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你们还是没有平安的。到今天为止，你们还是会遇到苦难的时候，逃之夭夭，避之唯恐不及，觉得很伤心忧愁的。一直要到那日，事情就会改变了。到我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的那一天，你们就不会再害怕，你们就会有平安。到那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不知道在场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日子到了没？对你来说，那日到了没？就是你是不是真实的有去经历感受，那个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以至于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里头可以放心，不会害怕，因为那日已经到了，对吗？2000年前五旬节之后，那日已经从此到来了。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有平安啊。那我们大家想一想，什么是苦难？苦难，圣经里面又翻成患难、苦楚，包括那个生孩子之后的苦楚、痛苦，也是同样一个字。这个苦难是指一个人好像被压制、受苦或破坏，或者有很磨难，或者他内心里面有愁烦跟苦恼，这个是苦难。OK， 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苦难？
哪些苦难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哎，我们有弟兄姐妹生病，生病是不是你的苦难？对吗？哎，身体不舒服，光是一个牙痛就会让你觉得那是苦难，对吗？哦，不用什么大的病。还有什么事是苦难？除了身体生病，你的关系会不会生病？你跟人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苦难？尤其是跟我们最近的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才是苦难呢。我跟你们关系有点不太好，也还可以啊。我跟我的太太关系如果不好，大家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因为很近，因为每天要面对啊。什么叫苦难呢？我们这当中会不会觉得经济不景气，你的生意不顺，那对你来讲是不是苦难？是啊，有些人还在找工作呢，对他来讲是不是苦难？也是吼，对吗？哎，什么是苦难？意外发生，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怎么突然来到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那也是苦难。还有我们的天灾频传啊，天气越来越热啊，那个花长不出来，那个连鸡听说蛋也生不出来啊，这种天灾地震台风，这些对我们讲是不是苦难？真的是苦难啊，许多苦难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想一下，圣经当中讲的苦难到底是什么呢？我刚讲的很实际，对吗？是都我们的苦难，大家都觉得很苦的事。但圣经里面，不管包括旧约跟新约讲的苦难到底是什么，还是回到耶稣身上。耶稣是第一个为我们受苦的人，他的苦难是神要我们认识的苦难啊。耶稣的苦难是为我们的罪被控告、被误会、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耶稣的苦难。还有包括跟随耶稣的人也要同样面对这样的苦难，对吗？耶稣不是之前讲了，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会恨你们。当然如果你是跟世界在一起，跟世界做朋友，你当然不会有什么苦难，因为你跟大家一样，你跟未信主的人一样，价值观一样，讲的话一样，做法一样，犯的罪一样，那当然不会有苦难。圣经讲的苦难是包括新约里头保罗所遇到的苦难。大家记得保罗遇到什么苦难？他被捆锁，被关起来，对吗？他本来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他是犹太教里面有名的教师，可是后来他离开犹太教，他相信耶稣之后，他为主传福音，被捆锁，被破坏，赤身肉体，又饥又渴，被打遇害，被咒骂，被毁谤，包括新约书信所有讲到的受苦患难，包括启示录提到说有一些为神的道被斩首，圣徒和先知的所流的血，有一些在主里面死去，从自己的劳苦当中得安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圣经讲的教会所遇见的苦难，是指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为着福音而忍受苦难的苦难。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正在受这种苦难？还是我们正在受刚刚我们讲的这世界上所讲的苦难，甚至是因为我自己犯罪，自己欠管教所带来的那一种苦难？我不是说你只要生病就是你自己不乖被管教啊，被神处罚，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们今天要讲，当你在受苦的时候，要思想我到底是为什么受苦，是不是跟耶稣一样，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受同样的苦，那样的苦就有价值，对吗？可是当你为这个事在这个世界生活，你为了自己在那边受苦，那样的苦有时候真的是白受苦。受了苦之后，我们也不见得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比说，下次轮到我生病了，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换成为主生病，为主受苦？如果你只是为自己受苦，啊，那不是圣经讲的受苦。因为有多少历世历代，有多少一生出来就残障的、失明的、瘸腿的，他们生病那是苦难，可是他们在生病苦难当中可以荣耀上帝，可以被主使用，那叫为主受苦，对吗？那盲眼的也可以写诗歌，我们常常 唱的。那瘸腿坐在轮椅的也可以为主来传福音，上次我们看到林和成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诗歌布道，对吗？当我们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床上敬拜神？你可不可以在你不是遇到那些癌症疾病一些医生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仍然让人看出说你那样的喜乐，你那样的倚靠主，你那样有信心，你一样可以去鼓励别人，那样的苦难可以算作在神眼中有价值的苦难。当你生活遇到一些困难，你实在是没有很顺利、我们的这个手中所做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好像还在不稳的阶段的时候，你可以让人看见你还是依然可以那样的倚靠主，你还是不会因为生意不好就不想来教会啊，因为上帝好像亏欠我，我信耶稣没有祝福我，我不想来教会了。你还是因着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但你还是靠着神的欢喜。如果你是在那苦难当中，事情还没有解决，还没有突破的时候，你一样让人看见，你一样来敬拜神。我想那样的苦难可以转化成神要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是有价值的，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不要白白受苦，甚至不要因着自己的罪、自己的刚硬，我就是不改那样的受苦，那是很可怜的事啊。我们讲到平安，各位，什么是平安？我在讲什么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平安。对不起，我不是讲这世界上所讲的平安。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什么，不像这世界所能够给你们的平安。”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是放在我们里面的平安，对吗？平安这个字要记得，每次看到平安就想到和平和谐，它本身的字就是有这个意思，平安就是和平。而最大的平安就是你本来跟上帝不和平的，本来是与上帝为敌的，本来是上帝可以控告你的，但因着耶稣为我们赎了罪，我们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和谐了？那个是我们第一个平安，对吗？当我们跟神关系和谐之后，很自然的，往往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和谐，我们跟物的关系也会和谐，我们跟这个世界凡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一样可以和谐的与它相处，那个是一个很要紧的平安。所以有一个富翁，他请两个画家，因为他最近很不平安，你帮我们画，你们两位帮我画一个平安的图。其中第一个画家很会画，画了这个有山有湖，平静的湖，他的把那个湖画得非常的平静，一点涟漪都没有，他说这个是平安。后来看到第二位画家，他画平安，他画暴风雨，他画在山谷里面有很大的瀑布，有很大的风，可是在那个谷中有一棵树伸出来，上面有搭一个鸟的窝，其中有一个小鸟在那个大风雨风暴当中非常的安详自在。这个第二个画家表达这个是真实的平安。那个富翁看到第二幅画都觉得很好，真的，第一幅画是很平安，可是哪怕一个落叶掉在那个湖面上就不平安了，对吧？可是这个尽管外面有很大的
难处、困难，那只鸟可以在里面安详。弟兄姐妹，这是圣经要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平安。记住，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界上的人要给我们的平安。记得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在基督里面有平安，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说在耶稣里面的信耶稣的人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够有平安。又好比在暴风浪当中，耶稣在我们船上，那只船就有平安的意思。为什么信耶稣的人遇到苦难能够有平安？我们今天有这个33节那边，32节、33节那边，其实有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平安，包括32节所提到的，耶稣说有父与我同在，如果有父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有平安，对吗？33节又提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也就是当你有听到耶稣对你讲什么，你就会有平安，对吗？再来，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33节那边，也就是当耶稣他是胜了世界，他是胜利的时候，那你信耶稣的人你会有平安的。第一件事情，耶稣他说当你们分散的时候很可怜呢，耶稣对他们那么好，他们也说他们要一直跟随耶稣，结果当耶稣受难大家都分散了，剩下他一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是非常的孤独孤单，甚至有一阵子最黑暗的时候是他完全感受不到父的同在，那个时刻是因为他承担世人的罪，我们的天父掩面不看他，让耶稣代替世人的罪。除了那个以外，我们的天父一直与耶稣是同在的，包括他受苦，他被经历被抓，被拷问，他被世人所反对的时候，是有天父与他同在。如果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有父的同在，我们一样可以得着平安，对吗？不是只有耶稣有父同在，今天换成我们也可以经历到耶稣所经历的天父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神可以与我们同在。本来我们人跟神是毫不相干，应该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神，看不见神，因为包括犹太人他们自古对上帝耶和华上帝非常的敬畏，他们连耶和华的名字都不敢讲，不能够这样称呼，只能叫主啊，阿多奈，主啊，主啊，不能直接称上帝的名，你是亵渎。但有一个人耶稣来了，他居然叫神是他的天父，他们说耶稣你亵渎上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没想到这位耶稣是那位为我们死可以直接把我们带到父面前的那位救主，那位基督，是因为耶稣他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或者你也可以讲说因为耶稣的缘故，把耶稣把父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说他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不是真的要离开他们，而是为了要完全得着他们。当他往天父那里去的时候，耶稣还把神的众儿女，神的许多的儿子也一同带到父的面前来。这是当耶稣讲到我要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想到，这因为耶稣从父那里来到地上，又从地上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在地上说的跟随耶稣的人也可以被带到天父的面前，而且可以与父 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是一个境界，知道吗？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但其实你是与主坐在天上，你的生命已经在神那边的，
你看事情，你的眼光已经不是从地上在看的，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我们能够直接到父那面前，就是这几次所讲的，你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直接向父祷告。耶稣说，我不用再为你们求父了，因为以前跟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事就是耶稣跟神祷告，门徒只能拜托耶稣或者看耶稣怎么做。今天耶稣离开，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也就是他们可以直接来到父的面前，而且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加的明白认识神。以前的门徒对天父上帝，对上帝仍然感觉遥远，可是今天因着耶稣所做的救赎，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打开，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进到父的面前，并且因着圣灵，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与神同在，也就是因着圣灵，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那耶稣本身就是在父的里面，所以当然我们也一样在父的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自己亲身感受到神就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天父上帝那样的与我们同在，他的安慰，他的指引，他的保护，他的供应，还有从天父而来的喜乐，还有从天父而来的平安，还有从父神来的那一种满足，就像小孩在他的父亲父的怀里面那样的得着安心一样。因为父给我们的形象就是我们的供应，对吗？就是我们的保护，就是我们的依靠。即使我们在地上有我们认为没有尽责的父亲，但有一位天父，那是真正可以让我们依靠的。你可以感受到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有那个平安。这因着耶稣所做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跟神那么清楚。否则我们只是听别人讲，我们只是在圣经上看到神，否则我们今天就像我们只在海报上看到我们的天运师班有九位的团员要到我们当中，当他还没来的时候，我可以介绍给他们，给你们认识，对吗？这几位团员其中有一位叫做江慧兰，他是我们教会界大家很熟悉的睡梦乡的主讲者，就是他，慧兰姐姐，他会来。那其中有一位他叫陶恩光，他是天运的团员，他后来跑去读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就是以前我读的神学院进神，后来他又去欧洲向新桥传福音，那陶恩光牧师他会来。还有一位牧师他也会来，范继忠牧师，他以前是天运的，后来他又在这个台湾读经会，就是你们现在读的研经事宜那个机构里面工作，他们现在退休又来到我们当中，下礼拜你会遇到他，对吗？我可以把这些团员一五一十告诉你，介绍给你，你会有印象，对吗？你会认识他们，对吗？但除非真的下个礼拜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可以跟他握握手，你坐下来跟他们吃饭，你可以跟他聊聊，你会更加的认识他。到时候不用再我跟你们讲什么，不用让我再跟你们讲什么，你会更进一步认识他。可是不幸的，他们只来一天，他们隔了一夜就会走了，礼拜一早上五点多他们就不见了，你也再见不到他们。而我们的神今天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永远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不离开你，你可以随时意识到他的同在，你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他。如果你对神认识的清清楚楚，感受清清楚楚，这个人的平安就会清清楚楚。你对神越多的有经历，你对平安就有更深的体会。如果你对神还是那么模糊遥远，不太确信，有点怀疑，
那么我们的平安难怪常常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感谢神，耶稣带我们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有那样的亲近的关系哦。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会有平安？因为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哎，我们就会有平安了。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们。这几章我们一直在听到耶稣一直重复讲这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哦？包括十三章他讲的，在犹大还没有卖耶稣之前，耶稣就先讲了，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有没有？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先告诉你们，然后真的有一天犹大真的卖了耶稣了，大家吓了一跳，但是又想一想，哦，那一天耶稣已经讲了，哇，耶稣你真神啊，耶稣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为了叫我们能够相信。所以如果你曾经听过耶稣说什么，这可以帮助我们非常有信心，帮助我们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平安。耶稣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包括十六章前头所讲的，人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我告诉你们，甚至有人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这些，耶稣在还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告诉他们是为了什么？不是要吓吓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被吓到，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至于跌倒。主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跌倒。主已经告诉你了，刚刚那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听清楚了没？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耶稣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不要不相信，我们不要不做预备，等到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惊讶。圣经说，那些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以为是非常的事。凡立志为主进前度日的，都要受苦。所以那个主的话已经帮助我们有心理预备，而甚至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主啊，你真的看得起我，你愿意这样使用我，磨练我的信心。我们的观点会不一样，不要每次遇到苦难就马上直接怪魔鬼做工，哦，都是魔鬼做工让我受苦啊！你要记得，那个是耶稣让你受苦的，耶稣我们的神允许你经历过这些。当你明白真理，主的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跌倒，不会埋怨，不会惊慌，不会不放心，不会不心怀不平，也就是我们心里会真的有平安的。主的话是不是真的帮助我们可以有信心？如果耶稣他曾经讲过的这些话都已经发生了，然后你注意到耶稣讲的一些其他的话目前还没有发生，你会不会相信？我们常讲，如果耶稣第一次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你都相信，对不对？你才会庆祝圣诞节嘛，对不对？耶稣第一次来你已经相信，因为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主的话早就告诉我们。而当耶稣说他要第二次再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也能够相信那是真的。主的话帮助我们预先有信心。如果主说将来会有白色宝座前的审判，我们会预先有预备。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甚至不会仇恨对方，我们甚至不会想到要报复啊，我们甚至觉得那个人好可怜，要面对将来神的审判，你心里开始可怜他。你不但自己有信心有平安，你还用一个
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你正在受苦的时候，你可以昂首挺胸的去面对，就是在患难当中，圣经说也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对吗？那是因着我们听到耶稣对我们说的。所以为什么读圣经的人会比较有信心？你看看，有在读圣经的人，有在听耶稣的话，并且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相信神的作为的那个人，是真的是有信心的。虽然遇到很多他没有曾经遇过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但是他仍然相信主会帮助他，主会给他平安。为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平安？一个是耶稣他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如果耶稣没有得胜，如果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了，埋在坟墓里面，后来没有出来，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怎么能够得胜呢？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了，他胜过这个世界，还有他胜过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耶稣说魔鬼是世界的王，对吗？他被这个世界定，而魔鬼好像成就他的计谋，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复活显明耶稣是胜过死亡，胜过撒旦权势，而且败坏那个魔鬼的权力，也就是我们被释放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平安。我就想到耶稣的得胜，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的复活使我们不再怕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苦难，叫做死亡。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苦难大过死亡的？有没有什么苦大到我们要面对死亡那个苦，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地狱的刑罚？有没有什么苦难比这个更苦的？而这个苦难耶稣替我们胜过了，他替我们赎罪，我们不再被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为义，我们可以有永生，不再灭亡。那是我们已经得胜的地位，知道吗？我们不再讲你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苦难发生，光是这件事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光是你想到我有永生的生命，我不致灭亡，在将来的审判我不会哀哭切齿，我不会惧怕，那就是最大的平安了。大家同意吗？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有这个地位了？当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你从此不再怕死亡，不再怕魔鬼，不再怕被控告，不小心犯了罪，再次到神的面前来支取耶稣宝血的赦免，你一样可以不再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胜利。魔鬼要我们这个人沉沦，可是我们已经得胜了，耶稣为我们做的。耶稣的胜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胜利。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我们说耶稣得胜，为什么我们也可以得胜？那是因为我们跟耶稣联合了，我们跟耶稣联合了，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跟他联合的人，我们也算是跟他一起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跟他联合的人，上帝也算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当耶稣得胜的，也算是我们得胜。当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盟军得胜了。当盟军的统帅，我们知道麦克阿瑟在日本跟他们签字，日本就战败了。当我们的统帅麦克阿瑟签下胜利书的时候，菲律宾的百姓跟着得胜了，对吗？菲律宾的军官士兵也跟着得胜了，中国抗战八年也一样跟着得胜了，对吗？在台湾被日本统治那一天，我们听到日本投降了，我们的统帅得胜了，全台湾的居民从此不再害怕日本警察，不再害怕日本兵。虽然当时候战后我们听说还有一些日本兵躲在山里面继续反抗，他们以为他们还有机会，可是已经不会再影响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统帅已经得胜了。
对吗？当耶稣得胜的时候，所有属耶稣的人一样算你是胜利的。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好像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好像遇到一些挫折一些苦难，那个都不要紧，因为最后你的命运的结局是得胜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输有赢，对吗？可是最后的战争是赢的就好了。二次大战盟军是赢的，过去的那个大小战役那个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生命当中仍然会遇到一些苦难，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会软弱，那个不要紧，你要记得耶稣已经得胜，你最后你的结局是胜利的那一方。你想到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有信心很有平安？我们最近在读旧约，你在看大卫，神带领他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你在看旧约，用刀用枪用马去征战，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南征北讨，你懂不懂到底在读什么？旧约是有形的征战，他是要告诉你有大卫在就会胜利。新约的意思是告诉你有耶稣率领我们，你就会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得胜。那个得胜已经不再是用武器去得胜了，已经不再是你去扳倒对方某某讨厌的人让他死，不是在讲这个。新约里面往往讲的是内心的部分，因为旧约神要带领百姓进到安息之地，就是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要让他们有安息的，对吗？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耶稣说他就是安息，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安息的地是在耶稣里面，就是我们讲的在基督里面。而为什么旧约时代他们已经进到安息之地又不得安息呢？拜偶像，不听神的命令，神管教他们，外面仇敌来攻打他们，他们非常的困苦，苦难就来到了。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之后基督徒应该有安息，为什么总是觉得没有安息没有平安，心里常常起伏，常常里头有一些受到搅扰，睡不着觉，埋怨，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信了耶稣进到基督里面还会这样？除非我们里面有偶像，除非里面我们有老我，除非你里面还有一些王没有赶出去，你没有让耶稣单单做我们生命当中的王，你当然不会有安息。也就是今天我们新约讲到的，我们的征战，我们要得胜的意思是，不单是胜过魔鬼哦，那个重要是胜过我们自己的老我。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平安，往往跟我们里头的老我有关系的。为什么明明有人遇到同样的苦难，有些基督徒就心里有平安？为什么有些人同样遇到同样的事情，有些基督徒真的十分没有平安？有可能他里面还有骄傲没有去对付，别人讲一句话他就受不了，但另外一个人别人讲一句话对他没有影响。有可能我们里头可能还有刚硬，我们里头可能有嫉妒，以至于当别人表现好的时候，我们里头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进入安息？而今天耶稣要带领我们征战得胜，属灵的征战，真正的战场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赶出去你里头的王，你要致死你的老我。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安息，给我们的平安。所以记得我们今天讲的征战得胜，可以想到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去致死我们的老我，以至于有一天外面发生什么事不重要，而重要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再讲一次啊，事情发生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得胜。
那是我们真正可以得着平安的秘诀。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么基督的一切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切，就是这里讲的耶稣的胜利可以成为我们的胜利，耶稣的公义可以算作我们的公义，耶稣的圣洁可以成为我们的圣洁，还有耶稣的柔和谦卑也可以算成是我们的柔和谦卑。你要记得这个事情，耶稣一切的性情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需要条件是你得是一个住在耶稣里面的人。讲了那么多，如果你不是住在耶稣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有拥有在耶稣里面的平安。这里讲得很清楚，第四件事情是因为你已经住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会有平安。反过来讲，如果你虽然是信了耶稣，可是你没有常常来与耶稣连结，像那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没有多久事情再发生，你就会没有平安了。你开始会有埋怨，你开始会不要上帝，气上帝，不想跟他来祷告，你开始会觉得灰心，祷告有用吗？啊，信上帝为什么比那个没有信主的好像还没那么顺利？哦，我们会有这些老我的情绪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在耶稣里面，也就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我们讲过，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这是一个身份，这是一个事实，对吗？郭淑慧跟我结婚之后，她就是怎么样，就是属我的啊、哦！不管她炒菜好不好吃，不管她折衣服折不是有没有折得很整齐，不管是她跟我吵架几天，她还是属我的，对吗？啊、哦，我太太煮得很好吃，衣服折得很好看，她也没有跟我吵架。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紧紧的要与我们连结。你要记得你在耶稣里面，但是你要得住在耶稣里面，就是在耶稣里跟住在基督里还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在耶稣里面的，因为你是信耶稣的，可是有多少人是愿意花时间住在耶稣里面，花时间来亲近主？有多少人是愿意刚照耶稣所讲的爱我，而且相信我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爱我的我父也会爱他，对吗？爱耶稣的天父也会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而且要与他同住。所以但愿我们是从爱耶稣开始，但愿我们是相信耶稣他所讲的话，而且我们遵循他的命令。像这样的人就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在世上是真的有平安的。我们是胜过世界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注定，我们是住在耶稣里面的人，我们是在耶稣的。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所讲的，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想起来了吗？只要是从上帝生的、哦、就是胜过世界的人。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哦、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今天我们就是属于那一群胜过世界的。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注定了这件事。虽然有时候感觉不是这样，我们感觉好像不太好，感觉很灰心，感觉很失败，但不要相信感觉，你要相信事实，知道这是过程。当你面对苦难之后，你会更加有信心，而那个平安才是真正经过考验的，那一种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牢牢地住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
在还没有风暴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学习安静，像那只小鸟一样。这世界不会停止苦难，连没有信主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对吗？那信耶稣的人怎么不会知道这些呢？当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活出基督，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受苦的。你为了要跟世界分别出来，你会受苦的，你要付上代价的。而当我们可以学习过一个在耶稣里面亲近神，而且是一个安静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平安的人。有一位属灵的信徒，他说啊，他最后他体会到一件事，他说：“我后来觉得，我知道怎么样信靠，我知道怎么样安静，就是可以，就是得着了一切。”他的意思就是，当他可以真的在主的里面安安静静的，能够与主连结，他面对风暴的时候，真的他就不害怕，他就得着信心，他就得着那个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也是过着这样如此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应当在任何环境当中可以享受神的平安，不是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哦，不是等到你来到教会坐在那边聚会，哇，好平安啊，而是当你走出去，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遇到风暴，遇到苦难，你可以拥有的那种信心是在你的里面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为耶稣为预先跟我们所说的话来向主感恩。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在这里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圣灵真实的感受到主真的与我们同在。若不是圣灵提醒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主是不撇弃我们的那一位，主是信实的那一位。我们来赞美神，我们来赞美主，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因着他的得胜，我们也是属得胜的军队，我们也是得胜的百姓。因着我们的耶稣，我们也可以靠着他得胜。今天早上你跟主说，主啊，再把我带到你的面前，让我可以经历到你的同在，挑旺我的信心，让我想起你是得胜，你一般已经把得胜的力量赐给我了。今天早上来向神感谢，圣经上的话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还没有应验的，你告诉神，我相信我已经做好预备，面对前面要发生的事，也可以坦然的面对，也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你跟主来说，是因着犯罪而受苦，今天早上也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支取十字架上耶稣宝血的赦免，可以叫我们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可以重新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平安。如果我们里面仍然有骄傲，有自私，有懒散，有不信，有刚硬的，
有埋怨，有苦读，有批评论断的这些老我，我们都交出来，交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赶出去，也破除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偶像，破除我们要紧紧抓住的，让耶稣单单在我们生命当作王。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他。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而断，愿我一生单单颂赞。我不求外在苦难断绝，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苦难断绝，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手不幸而断，愿我一生淡淡颂赞。我不求外在苦难断绝，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苦难断绝，我只求内心平安增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让我们学像你，我们也学像大卫在世上的时候，可以靠着主，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得胜，无论面对什么样强大的困难，都可以靠着主，在主的带领当中征战得胜。主，让我们也学像大卫，在他失足跌倒，当他犯罪的时候，也晓得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重新的站起来，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叫那平安可以继续的在他的里面长存。主啊，愿意我们真的把握你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福分，也愿意你帮助我们把握在世上的日子，可以真的为主而站立，可以甘心为主而受苦，为义受逼迫，以至于我们渴望将来生命的冠冕是可以为我们存留的。主啊，叫我们不是白受苦，叫我们的因着受苦可以进入荣耀，帮助我们可以度过这世上的苦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我们为万国祷告，这个月我们为印度祷告完的最后一次，我想我们为印度祷告，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有印度人，大家知道吗？在这个2019年的九月开始，第一次印度学生他们借我们的场地，就是提摩太那边开始有一个主日下午的聚会，我
我们特别为这个事工祷告，因为在光是在打报超过5000个，不是5000个，是超过5000个从印度来读医学院的，将来他们都是要做医生的。最近前阵子有发生这个菲律宾的医护人员这个有被奸杀的案件，这所有的医生出来游行，所以我就想到特别为这些学生祷告，特别为这对这个安托尼牧师，他本来是天主教的神父，他有一个很传奇的经历，后来神呼召他来跟随耶稣，今天他来到海外来牧养，为他们在这边的工作来祷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一些聚会，还有前几天他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祷告会。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为印度的福音事工来祷告，包括马尼拉苏那边其实都还有医学生在当中，为每年的400位他们会回国。那天牧师告诉我，很多学生回去还要考证照，有的还需要考了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考到证照，特别他们很多是借钱，他们这些学生不一定是，他们都是有经济需要的，然后他们是真的是卖家产来这边读书的。我们为这些孩子在这边有机会能够认识上帝，借由这样的聚会，更多的这些印度教徒还有少数的穆斯林也可以因着我们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聚会，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允许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继续为你的儿女来祷告，愿你复兴印度，主啊，这些学生在海外他们可以认识主，愿你加点安托尼夫妇他们服侍做工所需要的力量，愿圣灵在这些印度学生的身上来做工，供应他们够用的经费，供应他们真的能够经历神，能够认识真理，帮助他们在宿舍里面的小组，帮助他们每个礼拜这样的聚会，帮助他们每一次的祷告会，帮助他们10月份的一个青年特会有主的同在。我们献上祷告。主啊，为我们万国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也能够被主复兴，我们这群孩子也能够这样被你吸引来侍奉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